苏澳隆德里一处设在私有地上的龙儿二澳抽水机，长期因为抽取地下水作为灌溉水源，造成地层下陷。地方希望农田水利会应该要尽快迁移，以确保地方安全以及地主的权益。苏澳隆德里这处龙恩二号抽水机设置在私有地上，由于常年来抽取地下水作为农田的灌溉用水，而且当地又是沙质土地，容易抽出沙子，造成地底下掏空，地层下陷，路灯、抽水机也都倾斜，只能不断的回填土石。地主担心发生危险，也影响农作耕作，希望水利会能够紧速迁移，以维持安全及地主的权利。刷起要收起来，啊！这新洪水，洪水不是，这不是水泥地啦，啊！迄不是田地，这搞搞断，啊！水泥地你遮无弄啦，啊！弄弄到我遮来，我何弄？啊！这拢拢落落啊！唔，我们家赶走啊，没无食哩。啊！即摆规个抽甲抽甲，这拢掏空啊哩，电话听嘛换的，啊！所以讲，你在一月初七的时阵。我有邀请水利会、甲所有工作站，啊，搁只水利委员呢，拢来市地会勘，因讲要刷，啊，搁大家已经八计划会啊，搁大家也无来共刷，啊，所以造成呢，啊，第一个伊的权益受受损，第二呢，铺路呢，咱这个水利会啊，这效率啊实在太慢了，效率不彰啊，对不对？这个严重的影响，你一般百姓呐，占到水利会地，你都甲排除侵占，都甲顾。啊！你家己占着人的地，啊，人嘛用好了遐久啊！啊，即摆以前拢工人嘛无去，啊，过来拢倾斜啊吼，啊，内底拢抽甲空空啊，啊，叫你刷个大还唔刷吼？对此，水利会表示，由于以前的抽水机抽水管是铁材质，年久锈蚀才会抽到沙子，造成地层下陷。对于迁移一事，已经在找寻适当的水利地，准备进行抽水机的迁移工作。目前正向县政府来办理地下水权的申请当中。宜兰新闻记者石世民采访报道。